再来向现在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在彰化县政府有意思伫咧埔盐乡第七十六线边啊设立这火葬场，引起当地居民强烈的反对。二月二十九号，乡民嘛来成立这自救会，由白布条抗议。乡长杨福德哦，伫咧致辞的时阵，几啊十名这福林人是向乡长哦跪落来顶情，并且请乡长签署这承诺书。乡长哦，伊嘛来强调，伊无可能答应予县政府来。埔盐埔仔哦，设火葬场。一阵住伫埔盐埔仔社区的村民看到乡长杨福德哦，是跪落来顶情。班长，班长，啊，就到现场销毁了我们的家。去了是断不给啊！居民个人反对，乡长们不敢乡亲跪落来，家己双脚嘛跪落，签署承诺书，讲会甲乡亲徛做伙，反对去火葬场。要经过我乡长同意才同意，才用得着。所以我伫这甲咱做乡亲时段，这个案100%做袂成，因为我无可能同意才同意，让伊来这设火葬场。恁讲安尼好无？自救会表示，因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袂当伫咧埔盐设置火葬场。伊为民讲，县长是阿爸、阿爸、再阿爸，吼、哦，所以彰化县、政府信用已经破产咯，已经破产咯。所以阮埔盐复兴秀水坊工业区啊，即、這个反对设立火葬场自救会，会做啊，一定要誓死抗争到底，捍卫我们的家园。超烦呐、啊！因为生命财产都在家呢，就最好不要。火葬场的位置就在这个村子的后面50公尺而已，怎么？就是1000多户的居民在这里，怎么会重点有血？看你看人怎么烧灾吗？虽然彰化县长魏明国讲，即马规划新建的火葬场将采购上新设备，包括火化产生的烟尘和污水处理，拢会符合现行的环保标准，未造成地面的污染。但村民就讲，彰化根本就无需要去，会继续表达反对的立场。政府乌白创，黑箱作业，叫居民拢总唔知影，啊，就叫来要讲我这施下压力，好在居民。人心惶惶，农村安尼吼，大家从年底到这也困袂去，所以讲，我食到70外，我才会跳出来。埔仔乡亲自宣布要伫咧第七十六线去火葬场，着袂食袂困，出钱出力牵布条找管道，欢迎心声，希望甲大家讲，即块土地美好，嘛希望县政府唔通一意孤行，爱加听看卖在地声音。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